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长左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我们请苏院长，请行政院苏院长。你好，你好。哎，委员你好。今日我上主要吼，是要跟你来讨论婚姻平权的这个代志啦吼。我相信讲这几礼拜吼，大家嘛针对这个议题，大家有足侪足这个有的所在嘛有伫讨论啦吼。啊，规个策略上要安怎会当好啊来通过嘛，拢有这个伫讨论。但上重要的吼，直接也是要甲院长肯定一下，因为敢那唔是敢那我伫肯定啦，即个社会各界吼关心婚姻平权的朋友拢肯定啦吼。就是讲伫这个大法官解释文的这个原则上吼啊，嘛去顾虑到去年的这个公投的结果，上尾也推测。名称叫做《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啊，用这个方式，避免讲继续谈这个名称争论啦吼，啊，但是内容大家拢有看到，也是要保障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成分，所以讲伫遮，我相信讲院长是有用心啦，啊，规个执政团队嘛有坚持，所以伫遮我嘛是代表咱所有关心婚姻平权的朋友，甲院长肯定一下。所以讲，我今日是唔盲讲，会当透过这个咨询，甲到底咱这部专法到底是要保障啥物，互人民知影，啊嘛伫后壁咱伫协商的时阵，会当来斟酌来讨论吼。所以讲，上大省这个大法官的解说是讲，即马现行的这个民法内底，无去保障到所有的这个民众的婚姻啦，伊的这个概念大概是安尼嘛，因为宪法顶关有讲人民有婚姻的自由，人民有平等权，啊，但是伫民法内底煞无去保障到所有的人的这个婚姻自由甲人民的平等权，所以讲才会有这个解释文嘛，吼，啊，才会有即马这个后续的这个施行法，所以讲伫遮是毋是请院长会当讲一下，到底啥物是婚姻自由，啥物是人民平等权，因为伊就是伫讲无济，吼，啊，才爱来有这个专法嘛，吼。啊，感谢林立伟的咨询指教。咱都知影，关于这个问题，社会真重视。啊，咱社会过去就是民法啊规定，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啊，这个规定伫大法官解释讲啊，无必保护着同性的，就是讲同性别两个人，伊的婚姻无甲保护着，所以。大法官的解释就是讲，同性别的两个人，伊的婚姻这个自由嘛爱平等甲保护。啊，这大法官的解释是宪法的层次有这个效率，比法律的层次较悬。啊，佮另外有两个公道，这两个公道民意直接表示讲，袂使修改民法。刷了第二个结果讲，都爱定专法。所以行政院拢做一个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尊重公道的结果，所以咱无去修改民法，所以民法内底规定夫妻会遮的一切规定，一字都无听达这民法。但公道的结果嘛，讲爱去定专法，所以行政院定出一部专法的草案来送予立法院。要審議進入咱立法院內底，啊，因為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是憲法的層次，任何法律袂使甲威逼，任何人袂當威逼，所以要遵照憲法司法院釋字748號的解釋。所以咱行政院遵照這個解釋，規定同性別的兩個人。以婚姻的自由，一切规定，啊，咱这规定就是咱规范这个内容，啊，这个那上帝行政的意思是，都尊重公道结果，所以拢无改变法，遵照大法官解释，所以婚同性别两个人
婚姻的自由平等甲保护，这就今仔日上来伫贵院涉及748号改写施行法的整个立法的原因甲内容。阿妈拜托贵院大家赶紧伫今年5月24日以前甲通过。如果那无通过者，照大法官解释就讲，那无要立法通过。那么同性性别的两个人，伊就可以转去登记，照民法就去登记，安尼等到会大乱。就较公道，就讲迄落，讲小可阁有迄落限度啦。就敢若讲你公道的结果，我无法度迄个遵守嘛。是啦，所以民法是民法的规定，拢无改变；专法是专法的规定。有照大法官的解释。啊，所以呐，有安尼啊，拢保护到啊嘛。拜托，大家人互相来尊重，无同，啊，大家人互相来尊重彼此，啊，哦，台湾社会向前行，啊，较进步，啊嘛，大家拢幸福的人找到幸福，啊，我相信这是对社会上介好，啊嘛上平等。我想院长的这个态度，大家拢足肯定的啦吼，啊嘛拢，也毋过伫遮，咱嘛有看到讲，包括今日吼，嘛有是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公道，啥物施行法嘛有过啦吼，嘛进赴二读，到时协商的时阵来讲。啊，但是伫遮我特别要甲院长来小可讨论一下，就是因为咱伫讲这个大法官的解说内底吼，伊讲都爱保障同性。诶，即个婚姻自由，因为这是宪法的展出嘛吼，所以讲爱共款甲保障。所以讲婚姻的自由，伊就包括讲，咱伫咧即个理由书内底就有写着讲，包括要结婚无，还佫有要甲啥物人结婚。你即个异性的、异性的婚姻有即种保障，同性的嘛应该爱有嘛吼，就是伊要结婚无结婚，迄伊的代志嘛。啊，伊若要结婚，你就爱互伊即个成婚嘛。啊，伊若要甲啥物人结婚，迄嘛伊的代志。这基本上是宪法的展出，都甲保障的。啊，所以讲伫遮想要先来问院长，伫婚姻自由即个部分，大法官的解说内底安尼讲的哦。啊，咱来看即嘛。国民党因推出的迄个版本，伊内底无要去予因婚姻的成分，另外阁创造一个叫做同性家属的这个名词，安尼敢有符合？照你的理解，照你即马推出家己行政院版本，这敢有符合宪法的这个保障？今仔日台湾社会之所以可贵，啊，甲中国无共款，就是咱已经足尊重每一个人，也是每一个党，伊有伊的自由主张。伊有伊个言论发表，啊，遮个自由最后就是伫立法院，啊，遵照最高民意机关国会表决，看要照安怎。啊，所以阮拢尊重国会。啊，行政院，我是毋忙，也是爱听着你家己爱坚持家己的这个态度。当然，啊，行政院之所以送出草案来，就是这是行政院。遵照大法官解释，甲尊重公道，结果行政院的立场，所以我嘛拜托，照行政院的版本来甲通过。所以讲院长也是认为讲，若照行政院的这个版本，伫婚姻自由下，应该是较有保障、较合乎宪法嘛吼。我做行政院长，何嫌贵院会当就行政院送来的草案？尽快甲通过，互社会会当有法通遵照。我个人当然讲较简单啦吼，因为院长一定会这个顾虑会较侪啦。我想足简单的啦，因为头拄仔咱就讲啊，因为大法官的解释足清楚的，就是要保障因的这个婚姻自由甲异性同款，因为宪法就安尼讲啊吼。啊，所以讲就爱保障，爱保障就包括伊要结婚不结婚，要结婚就爱给伊一个结婚因的这个成分嘛。啊，即嘛另外即嘛这个版本无爱给伊婚姻的成分，我搁创造一个同性家属另外一个名词，我感觉这当然就无符合大法官的解释。所以这应该是足清楚的啦。我嘛，希望讲到时协商的时阵，行政院的这个代表吼，应该就是咱徛做伙，爱来捍卫这个立场嘛啦，做伙来坚持这个立场嘛。哎，唔知院长会当甲我，给我一个算讲，讲答应讲，绝对会做伙坚持哦。对，因为立行政院既然有办不来啊，我行政院相关的同仁一定是会来火焰。咱的贵院会当照行政的版本来个通过。啊，另外就是吼，
我头拄仔讲，即、這个大法官的解说内底讲到婚姻自由，另外一个部分是人民的平等权，吼、哦。啊，人民的平等权，大家要来想较简单，就是讲啊，因会当结婚，我袂当结婚，这就无平等嘛，吼、哦。但是这除了即个占主以外，伊其实也是讲吼、哦，婚姻两个人婚姻双方。有受到这个法律的保障啦、管理，应该要同款。你的婚姻跟我的婚姻，在法律上应该要受到的这个保障，就应该要同款嘛吼。所以讲，这是人民的平等权。而且，不过咱即马来看，异性的这个婚姻，因双方吼，包括会当这个共同这个领收养囡仔啦，吼，啊嘛会当有足侪只包括讲不管讲嫁亲收养啦，还是这个共同收养，还是讲这个还佫有。接受收养等等，啊，但是伫咧即马咱的行政院的版本内底，敢那同性的婚姻，敢那双方都无同款的这个保障，是安怎会安尼？敢会当小可解说一下？这是因为民法就婚姻、收养、继承，拢有一种无同的规定，伫无同的篇章内底。即摆司法官涉及第78号解释，是因为对民法婚姻章。来提出解释，所以个解释是婚姻呢，啊，所以咱定出来这个专法78号解释是民法，是就婚姻这个来，并无包括收养，但因为婚姻同性婚姻这两个人其中一方，如果早就已经有囡仔，为着保障这个囡仔的权益，所以咱有这个继亲收养。有哪包括伫即摆上来的草案内底，这是保障即个囡仔诶即个权益，啊嘛，互即个家庭会当安尼，所以这是咱伫草案内底有哪有这条规定。伫遮吼，我到时伫协商会买甲恁的代表好好来参详，因为即摆若讲现主持已经有一挂即个同性婚姻一方吼，已经有伊个囡仔。啊，嘛讲伊结婚了后，另外一个嘛会当甲收养，即合作继亲收养嘛吼。但是即卖有一种嘛是现主持已经现有诶同性家庭内底诶即个问题，就是讲一方吼伊独身诶时阵，伊已经有收养一个囡仔，即卖结婚了后，伊诶配偶嘛要来收养，煞无法度。所以讲，这合作接受收养，这我到时伫协商的时阵来，因为头段院长讲较足好诶嘛，就是讲即卖现主持已经有诶，即个囡仔，咱安怎要安怎来甲保障？啊，那安尼咱其实呢，我相信法务部嘛有提到足侪即个案例啦吼。到底即卖现主持吼，即个囡仔有啥物款呢？即个需要甲其他异性家庭同款的关系、关系，互因来好好保障。到时我会伫协商的时阵，甲法务部的代表好好来讲啦吼。因为唔那是头拄啊院长讲的这种继亲收养的这个需求嘛吼，嘛还佫有其他的，啊，唔盲讲大家每一个囡仔拢莫闹交去啦。啊，另外就是吼。共同收养的部分，我嘛是直接嘛是爱先甲大家提醒一下，收养唔是讲吼，咱讲人讲我要这个囡仔，啊，伊就会当。予我来收养呢，异性的这个婚姻嘛同款啊，你要收养就有一个足麻烦的、足复杂的这个过程，爱去上课，爱社工的这个评估，爱甲囡仔互动的评估，爱包括这个家庭的经济的状况、客观的状况，上尾啊，搁爱法院爱裁定，足严格的过程啦。所以讲，咱若徛伫咧囡仔的角度来看。有的时阵，咱啊真正讲评估到上尾啊，发现讲这个囡仔甲这个家庭就足下的啦。看起来就足圆满的，其实绝对吼，经过这么严格的关卡落去了后，这个囡仔伫这个家庭变过起来是足幸福的。结果，讲因为法律规定讲，因的这个双方吼，婚姻的双方吼是同性别，所以讲袂使。安尼其实嘛唔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有的人会叫是讲同性要来收养，伊是干那着凊彩着会当收养。啊，你若去问看卖异性的这个家庭无喏，这收养的这个过程是足严格。所以讲，我毋盲讲吼，这个部分我嘛好好啊伫协商的时候来参详，因为这个过程是足严格。若真正发现讲一个囡仔足下令一个家庭，足下这个家庭来收养的时阵，煞因为这个相亲的因的性这个性这个性别。啊，所以讲袂使，恁两个袂使。我感觉呢，嘛无符合这个囡仔，应该都是爱回归对囡仔安怎较好。对，迄个委员你讲的真重要，就是讲有个人对同性婚姻，就是讲哦，迄个乱来啦，啊，迄个乱创，其实唔是，伊甲异性婚姻完全同款，有咱两个人爱坚守守正的个义务，啊，
嘛条件拢同款，吼，含疫情婚姻拢同款，并唔是讲吼，即个啊性的泛滥，吼啊即个乱创，无，颠倒用法律来甲规定，民法规定疫情婚姻，专法规定同性婚姻，安尼咱的社会拢有平等，啊嘛规范有对，啊颠倒安尼较有法通来约束。是较好诶，不过我那甲委员讲啊，社会要进步，有当时也袂当遐紧，所以咱啊一步要定做搁较到底，有当时也较困难。咱相对无甲有，啊有了，才一步一步呐，社会愈来愈啊，感觉讲啊，这都对，啊也无啥物败害，啊一步一步杀个愈好，安尼咱继续啊我。好，谢谢林委员，谢谢行政院苏院长。